请观众，这时候应该有掌声才对吧？是主语歌，对，因为每次唱主语歌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变成很像阿美主语的 rap 这样，
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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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传口水一直看我干什么？不讲话。我怕我讲错话了嘛。嗯，言多必失。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，下一首歌是歌名很长，它叫《如果你听见他的声音之后，你在哭泣》。有吗？哪里有？你现在是因为时间的问题吗？我们就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回事。怎么有左一首歌？没有啊。你不要拉起来。为什么你的跟我的版本都是不一样？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真的。哎，为什么左一首？为什么？没有，哦，原来是颠倒。那你要先唱哪一首？我先唱思念好了。好吧。起粉哎。好了。带来这首歌《思念》，谢谢大家。有谁可以帮我递一下卫生？再唱我就鼻涕流下来。Thank you.
你也吃老味了。没有，太生气了。太生气了，还是太生气了？刚太生气了，不好意思打扰你。我还是在台下先看你就好了。那你看够了吗？换你是不是？